Steve the beat, Steve the beat, we are. Steve the beat, we are. Sha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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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We are, we do.大家好，我是国门浪子，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的这一套吉他入门标准教程。今天我们来学习第30课蜘蛛练习。这一个练习呢，其实是主要针对左手，但是对我们的左右手配合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我觉得它就像在蜘蛛在织网一样，所以我给它取名叫做蜘蛛练习。这个练习呢，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大家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对于我们左右手的配合还有左手的这个稳定性都会有很好的这一个提升。好，现在我们打开我们书籍的第70页，我们看第一条练习。第一条练习呢是在前四品做的。大家看曲谱，那第一个音呢是四弦一品，第二个音呢是三弦二品，第三个音呢是二弦三品，第四个音呢是一弦四品。大家看，其实它是依次跨着弦弹的，一二三四，就像半音阶似的，但是是跨弦的。好，再又回来，有一弦一品，二弦二品，三弦三品，四弦四品，来回这么交叉着去弹。那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我们的右手呢就用我们正常的拨弦方法，就像我们伴奏一样的，六五四弦是拇指，三弦食指，二弦中指，一弦无名指，就按这个标准手法来。好，现在慢速给大家示范一下，弹的时候也要注意保留指啊，不能弹完之后接着松开都不行的，必须保留。好，第一个音，然后下一个，好，再下一个，再慢速来一下。往前弹 和回来都要保留，都要保留指。好，除了保留指还要到位，每一个手指都要到位。好，这个相信大家不难掌握。好，那如果你觉得能够像我这样弹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去看第二条。第二条呢就是再继续往上爬，大家看，然后是再换到弹，换到二品就变成二三四五了。好，三四五六，四五六七，这个跟弹半音阶的思路是一样的啊，都是一个模式。要求也都是一样的，这个其实都不难啊，大家就只要是从慢速开始弹都不难。那如果你也可以用拨片弹，前期我建议大家用这个手指来弹，然后弹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再尝试一下拨片。用拨片可以弹得更快啊，只要你注意这个方法就可以。好，然后这两条如果大家都做到没有问题了，我们就看第三条。第三条是换弦了，在低音弦的方弹的，也就是四五六弦上弹的，从六弦开始的，大家看就变成这样了。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弦不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去拨这个六弦，然后食指呢去拨五弦，中指去拨四弦，无名指拨三弦啊，就把它们整体上移了。好，我给大家再示范一下我们第三条，大家看，就在四根低音弦上，也是保留指，注意这些要求，然后回来。好，再一遍，都要保留指，一个一个一个都不能松开，保留指。再换到二品，二三四五，三四五六，四五六七，这个你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特别的别扭啊！你左手总感觉就是没有重心了，按不稳啊！这就是因为我们左手缺少这些方面的训练。那如果我们练到非常自如了，那就说明我们的手指的这个机能也被训练的还不错了。我们左右手良好的机能都是通过各种的这个机能训练之后，我们才可以达到比较娴熟比较自如的一个状态。好，这些基本功练习呢，还是像我说的，一定要每天都要坚持，不要学会了就完事儿了。那你在学习这一个练习有任何的疑问，你都可以到爱弹吉他学院跟我们交流，我会给大家回复。好，我们这一节课讲到这里。When my time